们的零后追杀获得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。今天好，我们签名吧。好嘞，我们请华哥跟佩瑶一起拍张照片。现在啊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爱奇艺云影院跟我们的好电影碰面了，其实也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，让大家看电影变得更加的方便，可以在家里在我们的爱奇艺上享受好电影带来的感官体验。我们也再次感谢华哥，感谢佩瑶，我们的付出零后追杀获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好，我们请二位老师一路内场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来吧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的好朋友呢，是电影《忠犬八公》剧组，让我们欢迎著名导演、演员冯小刚，演员歌手白举纲，欢迎二位。这部影片已经上映啊，便凭借其中跨界10年的忠诚守候，还有温暖治愈的人。